给你打个电话。
幸福在于自己人生，人生不用你。现在早上好，今天晚上是我受到的家庭，有人出来，你们有什么能力？接下来终极 PK 的成绩揭晓时刻，我们的节目是由 Sky 炫彩口香糖冠名播出。OK， 接下来我们一区就给大家揭晓结果。我们希望每一话都是有效告诉主持人是第一区，第一区256个主持人。我们看一下第一区的有效告诉是，第一区的有效告诉是239话，告诉通过。第二区有效票数是240票。第二区比126，范雪晴居然可以在第二区领先，接下来第三区。三区有效票246。而我们的快乐见面会也。